全运娱乐格斗赛哦，我右手边的选手168公分，83公斤，全运战绩0胜1败，他就是我们的69大魔王。对上的是我左手边的选手，181公分，76公斤，他就是我们的反社会暴徒。大魔王上了，来哦，交给我们裁判。好了，开始。哎，不，撑住我，撑住我，撑住，来，撑住，来，快点来！哎，那注意后脑勺哦。那个高的比较不像他们，后脑勺不能打哦。没关系，快点来，来哦，小心一下，好来。不行就拍地哦，不能打后脑勺，不能打后脑勺，不行就拍地，不然就撑住。不行就放松撑住，哎，撑住，不能打后脑勺，哎，不能打后脑勺啊，来，可以，没关系，来，继续哦。可以，起来休息一下也可以，来，很好。来，休息，休息，还有30秒。可以，比赛结束，恭喜我们的反社会暴徒，确定没练过？有什么想说的？今天第一次打架，还有机会再第三次，还有机会再来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观众要挑战他的都可以哦。来抱一下，来握手，握手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两位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下一场的先上来，下一场。两位辛苦了。